近日，杭州持续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所造成的干旱，给西湖龙井茶原产地一二级保护基地的大批龙井茶树带来了灭顶之灾，很多茶叶被烤焦。虽然茶农们夜以继日地采用人工浇水等方式奋力抗旱，但仍难以挽回巨大的损失。